28岁名媛蔡天凤昨日被发现服尸于大埔龙尾村。据消息指，蔡天凤曾有一段婚姻，及后离异。警方昨日已拘捕死者前夫、父母及兄长等三人。本年1月16日，蔡天凤曾出席电影《天龙八部之乔峰传》宝良谷慈善首映礼。蔡天凤前夫兄长是佢嘅私人司机，原来当晚佢亦同场出现喺首映礼现场，更曾喺社交媒体上载限时动态，要佢拍摄首映仪式台上活动情况。而蔡天凤前夫兄长喺社交媒体上亦保留唔少同蔡天凤嘅二人合照，包括为蔡天凤庆祝生日，喺图片描述中亦标注上兄妹之情、家庭等嘅关键字。